生，金银财宝，善财善舌，大事虚弥，佛家译文，贪嗔痴爱，心思不断，酒色财气，强横真人，特举俊廉，男士下手，文恶装聋，文道盈通，文良醒察，心诚未尽，除恶务尽，斩草持根，弃痴浮躁，气盛身势，爱人此事温良紧绷，自成无息，暗示无期，恶六慎独，十个战经，见义勇为，不昏不魔，万类相感，以功以成，无欲而刚，有道而正，我笑决心，一步商茶，十步进账，大中自正，底落光明，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，奉公正己，心正感神，归以静以修身，与汤醉己，劫作罪人，不信一说，行无偏执，是合乎中庸，无领还罪，微软显化，修身阐释，贵在知行，诵经明心，依经实践，莫误淡改，不有恶心，再论人道，纲常伦理，仁孝利己，道化家庭，不耻耻笑人间美景，孝贤门第，则民德风，曾子三省，各族聚集，黄乡整清，夏凉冬温，一日三朝，文王定行，孤竹生笋，梦中成名，百孝经文，奉为归内，老少皆能采衣于亲，家有父老，不立为强，安身立命，报道奉行，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，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，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是谓孝忠，同气连枝，长枕大被，兄有弟恭，今有弟坤，严氏家训，告诫子孙，留得后辈，家言必行，婆媳妯娌，妇德有事，鸡肠鸟肚，姑嫂不灵，风中造谣，无中生有，离间兄弟，归是吉星，夫和妇顺，如母禽舍，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，其有弊端，不交寡信，有朋微亲，相视贵中，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，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，智者明辨，亲友敌视，志同道合，愿力道同，今人城中，国有争祥，金霸城间，民不聊生，尊人秉德，以望暴力，修理诚意，精诚一心，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，心正廉明，一路无念此春秋，其心明鉴，虚言胆沉，不污德贫，正歌代旦，精进不懈，万年执剑，常有未争，今时古月，今夜古人，几世混浊，唯我不能，瞻论忠义，气贯长虹，撼动山河，凛冽中心，坚如金刚，牢固可破，无坚不摧，横扫万金，日夜昭昭，乾坤朗朗，先存不变，烈火成精，天地饮水，千古常在，星斗为尔，万世长城，己有孔圣，周游列国，非道迅速，天下启蒙，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，十六自觉，所呼一尘，孟子性善，事端之花，清北义律，一身大功，即为气也，被誉与道，至大至刚，至妙至
行，师傅困苦历时九载，汗血手握，心在朝廷，威胁利诱，不入死定，饮血吞簪，不昧忠心，资格孔明，丹青绝律，鞠躬尽瘁，只求全忠，忠臣一熟，逆臣必取，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，良家将士一本忠烈，精兵猛将条条忠魂，夜武木将精忠报仇，十二金牌何惧死生，荡气回肠家国天下，志节参天满江红中，宋末三杰铮铮傲骨，山河破碎人因果存，成人取义气血正气，歌咏千载天享人平，张巡包拯何人不是，在世忠义死或留名，陆子金公何同验证，奈何已是独忠一心，通常仔细八卦融会，大开普度芸芸众生，大好大愿大愿大行，尊师重道忠义双成，历代圣贤先尊菩萨，后人仰瞻忠义精神，人无忠义直强边朝，见风转动使人看清，无义失信，无廉失慈，不信不归，无耻失人，大贼不渝，渝欲殆尽，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，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，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，尊修道直，修己原律，丝毫不苟，炼花言行，世皆祸戳，比例琢磨，四毒八邪荡然无存，穷不失意，达不离道，忠贞廉洁，立德立言，真谛妙理，金笔垂世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，无魔真经日日持诵，主敬焚尘必有感应，前心跪拜持令观心，忠义相随日夜身行，心宽体昂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，妖智不生魔刀不入，太和元起天气七彩祥云，不修化吉必追成祥，尊经孝行转运改令，经传千秋原则基握，诵念行久美大圣神，无魔真经前诵至时，浩然正气充塞满盈，唯独无气意气精忠，唯独无形成就大功，一心贯彻以心印心，九六乾坤彼岸红灯，心在物乎时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心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好山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尊收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心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樱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连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执念佛来
救，我躲金莲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娘子，将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智慧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银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无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尊吾为将帅，青年红华显神通，折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云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风，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道三娘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周福南营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还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贼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三叩，四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，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蒋明华，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。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咒诅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。自首自导，自首自导。圣旨昭阁采纳，圣旨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来下山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山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山弥勒尊佛。各位点人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或谁今晚导读致辞完毕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晚安。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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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怎么会好？各位讲师，各位同学们，大家晚安。其实没有很严重，就只是发烧虾而已啊。哎呀，没有流鼻涕。就前一天是一直流鼻水下来。哦，阿明，他是以为感冒。哦，阿明有吃药吗？有打疫苗吗？有没有打疫苗？我后学已经打三剂了。三剂疫苗了。人家我后学都打四剂了嘞。那你们比较年长有那个优惠啊？哦，对哦，我老人家要第四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谁叫你不要跟我们一样年长？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之前你中奖了，好了。会哦。喉咙会啊。之前你中奖哦。好像喉咙痛。对啊，他中了。啊，你有没有吃那个那个蛇草啦？我糖油啦。蛇草是什么？那他就吃那你有没有啦？先关一下。喉咙痛要含蜂蜜呀、啊。喉咙痛。蜂蜜。蜂蜜。对啦、啊，蜂蜜是用那个汤匙。好想想说它是怎么的。蜂蜜啊，要有蜂蜜可以可以。你先听霍学讲一下，你倒蜂蜜倒在那个汤匙，然后就直接含在嘴里，就倒在嘴里，然后就含着，含着它口水会流出来，然后你就慢慢的吞下去，慢慢一点点一点点吞下去，这样子，差不多三次哦，你就喉咙就好了。然后吃药才有效。春菊熬手，这是避风蜜，避风蜜。对，我说那谁来骗我？来，我上次过年就是中暑，然后喉咙痛到没有声音，然后喉咙痛到，然后那个那个是中暑，他这个是中奖。不一样。对，一样的，你喉咙痛要含。我一样喉咙痛啊，多喝开水啦。那含那个喉咙痛哦，要含蜂蜜，之后你吃药才有效。好啦，你就听那个老人家的话，含一下蜂蜜，你家有没有？要不然我明天送去啦。啊，对，然后你含了三次，你就觉得喉咙很舒服，你吃药才有效。好了，等一下，赶快去喊啦，要听话啦。听懂也对，这样喉咙就没有蜂蜜啦。有蜂蜜啦，没有啦。蜂蜜的话，去倒一汤匙。赶快去倒一汤匙。那后学要下线，要去含蜂蜜了。好，就由你调制汤匙。赶快，你蜂蜜好啊，必须要马上喝水。好，赶快好了，还后面的啦。很难拿，赶快领证出去哦。拜拜。赶快领证，快去领证啊！各位组长，各位团，各位前辈，各位讲师们，大家晚安。